一见心愿星耀郑州音乐节，用一场狂欢记录青春盛典。6月2日，一见心愿星耀郑州音乐节震撼开唱，伴随着夏日的热浪，致敬青春的岁月。下午2点，音乐节的狂欢正式开始。先来几张现场照片，隔着屏幕就能感受到现场滚烫的气氛。创意集市，时尚涂鸦，美食诱惑，火热的天气丝毫无法阻挡粉丝那滚烫的内心。12点刚过，全城人潮开始汇聚心愿名城。Smart 创意集市，各种充满民俗风情的工艺品，各种儿童时期的欢乐与回忆，还有那些为文艺青年定制的时尚元素，给现场的观众提供了演唱会必备的潮流物件。